回到新闻现场，最新消息要带您关注的是前总统马英九他的访中之旅，是否马习二会现在引发外界的关注。有随团的台湾媒体就在今天晚间接到消息，说在明天中午之前做二次的核酸检测，同时在下午两点多要前往人民大会堂的北门来集合，疑似就是要来参与马习二会。而至于国台办，在明天上午将会按照惯例的举办记者会，到时候可能就会回答马习二会的相关问题。